跟着我妹妹带你刷个 BOSS 必须爆红。真的吗哥哥？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。真的真的，快跟我来。妹妹这个就是 BOSS 了。不是，你小子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，不要来我这捡垃圾，你捡一次我揍你一次。我丢你怎么带枪聊，我记得你昨天还求着我给你报个四级甲呢。啊哥哥，这不会是真的吧？别听他胡说，我仓库还有十亿存款，他根本花不完。我靠哥哥真爆红了。你去舔吧，我仓库还有很多。哥哥你对我真好。不是，竟然爆红的，我仓库连毛都没有，这一套钢轮还是打人机送的。这一个红光不知道要捡几辈子的垃圾罢了。